进攻手，田中进攻手，后边过秘密，甲田中三民区的好土地要甲破坏，将大兵散，将大兵散，独立自己，独立自己。你一再拢是有讲啊，啊无我这个改进，什么叫做改？这个改进的时，什么叫改进？对吧？都平平下去。三月迄块咧，地位通知单四工前寄出来，即个就较早啦。哎，阮可能超十月底左右就拢有收到啊。啊，早就坐到要开，问题是这往这候选人，甲同这三星，目前可能吼，这参数可能真侪人，唔知有啥物人要选啦。敢有要选去？啊，我去到有阵时，分一张单讲吼，来，恁这十号个吼，看你介意啥物人吼，你上济再交十个，请问你啦。无钱人我会捌的，我可能捌邓振中，我捌小老弟的，啊，何以上？我看到捌这两个名，啊，我要安怎？啊，莫不伊若搁在遐甲你煽动一下无？来，恁一个人吼，拢甲九十个人，譬如安尼讲，我无讲伊，当当会安尼讲，你讲，来，恁一个人吼，演九十个，啊，若留遐人会听看。我十个，其实步数就是讲，你若上济演九十个，你九一个嘛无要紧。哦，无代表讲你交一个就废掉，但是有人听到十个，啊，既然咱交十个吼，平常交个人嘛真认真哦，交十个，叫交一寡其实是吼，对，我都反对的，叫伊讲你交一寡同意的，所以讲这款人选举方式，其实咱这个农民啦，90%我相信拢唔知影啦，系啊，哦，啊我其实我会查，啊伊个这个叶进会吼，这个重建这个捷径会吼。在咱的法规条例里面，包括讲农地重划条例哦，其实很简单，它不能单独可能只要几条、几条条尔，四海拢足简单嘞。啊，既然四海足简单，也没有所谓讲哦很明确的施行细则，要拿来组织这个物件。哦，所以说到底取这块的选举，它有没有适用说啊？譬如讲人间那个民间团体的选举罢免法，是不是有适用？啊，比如像哦。应该所有的选举拢爱，那无特别规定，是不是讲着爱有一个法，好有一个法源依据啦，不是讲吼我想要安怎算就安怎算啊。进攻手，田中进攻手，后边过秘密，甲田中三民区的好土地要甲破坏，将大兵散，将大兵散，独立自己，独立自己。